由喜剧之王周星驰全新筹备的爱情大片《美人鱼》一直备受瞩目。9月12日，在中国电影之喜剧之王数据发布会上，久未露面的周星驰意外现身，谈及《美人鱼》到底是什么样的片子，他笑了一下，只说了6个字：一部超级大片。到底有多大？要看你的屏幕有多大。当年周星驰仅现身仅仅数十分钟，对主持人撒贝宁的提问也一直保持着高冷范儿，让名嘴小撒直呼十几年的名声毁于一旦。不过幸好他还透露了，该片将正式杀入猴年春节档，确定将在2016年春节档的大年初一上映。未敢飞机离京，周星驰仅现身短短几分钟便匆匆离场。哪年的春节？明年的春节。明年，那就是猴年了。对，就是猴年。有个成语叫猴年马月，你听说过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周星驰对于影迷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名字，他的电影大部分都会成为经典，而其执导的新片《美人鱼》拍摄工作一直都很神秘。该片由张雨绮、文章、邓超以及新晋星女郎林允等人共演。酷娱乐整理报道。